以水沤之，昼曝于墨，夜宿诸井。7日7夜，是为水淀。坚帛，以利为灰。聂遵其帛，食柱择气，良之以属。清其灰，而盘之，而挥之，而握之，而涂之。7日7夜，是为水分煎。然后。 立灰洗锡胶，漂其丝，使其无杂色。这便是灰水炼丝之法，连同我魏国的织绣官一同赠予楚王。王上之命，我已履行。王叔如何？五百车束丝已在前往魏国的途中。甚好。各位王兄，各位王叔。 我魏国已经准备100车丝绣成品，交割之事，烦劳各国专员与我魏国使臣办理。哎，魏王兄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尚需斟酌斟酌。韩王兄何事？我和赵王兄都觉得，你们魏国的成品丝绣溢价太高，我们接受不了啊。是啊，3年来我与你韩赵二国的丝绣品价钱从未变化。 何来溢价？今日之约油盐在耳，今何生变？那我想问问，这一秤金价如何？你们想怎样？60，60。王叔意下如何？成品之价与我何干？但是。 韩王赵王议价，魏王之当以允诺。什么？你魏国商人，在生丝买卖中奸诈之际，使我楚国商贾损失惨重，我也没对你质询。韩王赵王的议价，难道你就不能允诺吗？楚王叔，我楚魏二国的生丝贸易向来都是商与商之间的自由买卖。楚王叔，我们何必干涉？不说了，买卖做大了。 难道商所不能容？那便不是商与商之间的事情，魏国之间的大事情，至上乃天下最大的买卖，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。公子臧何在？在。 收了魏王的礼，便还他我们的礼。打开吧。什么东西？楚王，你大人！他在魏国办事不力，便杀了他。我先杀自己人。 这私绣商贸，今天还谈不妥当，换一个人头就不知道是谁的了。